我真的破大方了。郭敬明，我恨死你了，你是有多不喜欢异性恋啊？男主高光时刻全部剪掉，在剧里整得像个只知道恋爱脑的大腿牛。女主藏了十多集的刺客身份，最后是被天墙角发现的。叶子上前，前面一直撒糖，结果最后就给人家俩整毕业，从头到尾全是利用，在最后一刻都是谎言推着计谋在前进。从第一集开始等的曾舜晞出来不到五分钟，还给人家披了个铁刘海封印住颜值，感觉郭小四真的只是在认真拍兄弟情啊。女二只是为了过审让弟弟争风吃醋的存在，郭小四还说啥可以刻云为山公园纸，结果一点感情戏都没有，你这是诈骗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有多期待冷艳御姐和傲娇小狗的剧情吗？结果一点都没有，怪不得都说郭敬明适合拍短片，拍长片他根本拍不起来呀，谁被气死了？是我啊。